今年他确实打了一个非常开心的球季，而且我今天绝对不会问你季后赛第一轮输给热火的感觉是什么。I won't ask you. 哈佛小子林书豪加入夏洛特黄蜂队以来，发型跟穿着越来越百变。今天出席活动时也透露他平时最喜欢的穿搭。我先看颜色，所以牛仔裤通常会是gray black 或者是蓝色的，或是黑色的 Carrera， 很好看。我去年的手表也可以穿，也可以戴。这个是全部都是黑色，所以我觉得配什么都可以。然后可以是穿短裤，可以是西装，都可以的。所以大概是因为人远在台湾，不怕被知道，队友谁最会穿。谁穿着最雷？林书豪也当场爆料。很多，我觉得 Kemba 跟 Troy， 很 fashionable。Kemba Walker， Kemba Walker， Troy Daniels。Spencer 很喜欢穿西装。他不是喜欢跟你一样绑一个，也喜欢马尾，跟我穿一样的发型。然后我们大部分都一直穿，戴手表。我的队友都喜欢戴，我们每天都在讲，所以我穿我自己的，我有一个好腰表，就是黑色跟黄色的，所以我穿的时候他们就有一很现看，一直问问题。西装，那谁的打扮最 lousy 呢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。有，真的有。一定要讲他的名字吗？我们都 shout out。不要再讲，不要再讲，下次可以讲。我们都，我们，他，我们在bus上的时候都一直笑他。OK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穿的比较太 baggy 了。哦，非常 baggy 的穿着。好，那晚上要帮中华职棒开球，林书豪则是不紧张，也不打算练习，理由也是挺爆笑的。今天开球有什么样的准备吗？没有准备。我的家人一直说我应该准备，可是我觉得没关系，就直接丢。如果丢得很烂，没关系，可以会很好笑。丢得很烂会很好笑，所以你会丢一个 one bounce。我不是说我要丢得很烂，可是我如果我丢得很烂 ，I mean it'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。能说 NBA 打滚多年，豪哥的 EQ 也越来越高，越来越懂得自我调节了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